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呀，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？This video is sponsored by 交大 GMBA。我最喜欢的便当是鸡腿便当，因为我支持鸡肉，好吗？鸡排偏大，因为方便又好吃。控肉便当是因为那个有点像日本的一个料理，叫卡库尼。超级无敌炸鸡饭。我最喜欢的便当是牛肉饭。为什么？你看到了我的肚子吗？还有问题吗？咖喱猪肉饭超难解释，就是那个咖喱的味道太强了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，一闻到就会高潮，我保证。我最喜欢吃的是卤排骨便当，因为对我来说是与众不同的菜，所以一闻就流口水。麻辣烫面，因为我最喜欢的口味是很辣的东西。烤鸡腿便当，因为很好吃。姐最喜欢吃白饭。最喜欢的当兵是，鸡排当兵，是因为我很喜欢鸡肉，然后味道也跟印尼菜差不多一样。鸡排当兵是什么？鸡排，便当。I like 排骨饭。屁股饭。Pork ribs, cause I want my baby back, baby back。Baby back ribs, chili. Baby back ribs. If you're a foreigner in Taiwan and wants to join us, send us a message on Facebook. 你最喜欢的便当口味是什么？下面留言，上面订阅。